非人事。那还拍你那个，搞点吃的给我吃一下。啊，你啥吃的没有？一天天的正常不吃。正常要喝酒，知道吧？现在过年哪有啥正餐，不吃饭的，都喝酒的。做豆，烤两个蛋给你吃，以形补形。烤两个包子来吃。没有，街上没有包子卖。你有啊？我没有。你两个大的馒头吧。一边去。来，给你，今天你小舅子跟一起提过来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？这个礼袋好看哈、啊！啊！我跟你说，袋子都要十几块钱做，这个礼袋。我也不知道里面有啥吃的，挺好看的。这是啥？我们小孩子吃的。啊，本来就是买给你儿子吃的呀。这是我儿子吃的，这个。啊！上次吃过这个。一盒饼干。这啥玩意？蛋卷。蛋卷，我是这个。还是有一样东西我喜欢吃的。先拿给你儿子吃，你要那个烧子，先给系统这个吃。我要藏的。藏的。嗯。哎，你来，你来。不听话。哎，我藏的，赶紧拿来吃完了。拿走，他真服了你。吃吗？这个是在晚上用来绑你的手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，那女人真的是少妇，真的是我说实话，哎呀，都是你教的吧？我教的，都是你教的啊，都是你教的。来，把个手，啊！帮忙不？你这一过年就高兴是吧？你还？你吃吧。啊。来吧，我给你吧。啊啊。嗯。啊。好恶心。这天又黑了，说这东西。啊，这东西是赶场子，赶啥场子呢？喝酒的场子。到我这边，一般要初五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所有亲戚啊，基本上都走遍了，年也拜完了。然后剩下来的话呢，就是喝酒啊。今天晚上就刚刚开始，今天晚上先去那个我哥哥家，然后估计后面呢就接着就是反正所有亲戚都要吃一遍，就这样子，七大姑八大姨都得吃啊。我发现这个他们都没来啊，就我来了哈。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江西这边啊，我们这边初一到十五的饭局，那不是很牛的。爹，嘿，你干嘛来？过来，过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也都没来，都跑了。看见有，一层两层三层。谢谢。父母刚刚就在商量什么时候吃饭，我们只接电话就可以了。哟，吓我一跳！我一看一下你来，我就吓一下。端菜，开饭。这一层就三个碗。来，你儿子看着瘦哎，碗是挺大的哈。啊，大哥，公子哥，我发现你还苦，也吃这么多饭呢，你、啊。大大小小几十个，啊，一桌坐不下。今天小孩比较少哈，都不在家。三个人就这一个盛了那么大一碗饭，你们两个就是吃菜的是吧？人家那个碗比你头都大。
好吃吗？好吃。哇，你看你这个碗比你头都大。啊，使劲吃，你看，真没大碗。